千老师身穿白色纱裙，头戴白色大檐帽，把自己打扮得像新娘一般，只因今天她将见到她最爱的男人。九尾狐李彦刚一打开门，手里就被塞入一束玫瑰，伴随着婚礼进行曲，此刻瞬间成为了千老师的求婚现场。多年未见的他忍不住上手。내허벅지에서손대고아군이야저군이야네형수될뿐이다作为前西边山神的柳红珠，为了哄得他心爱的狐狸开心，还主动送来了李彦正在找的烟袋。结果李彦收了礼物，却翻脸不认人，拒绝和红珠结婚。你가뭔데날거절해？红珠当场发飙，她穿着定制的连衣裙，还一大早做了发型，准备了这场精彩的求婚。结果不到一分钟就被李彦拒绝了，但她还是把李彦叫到一旁，跟他单独谈谈。한번줄수도있잖아。나임자있는분이야。그임자죽었어내가红珠此刻再次化身桌面清理大师，体内千老师的灵魂就快要压抑不住。然而李彦此刻竟还妄想着跟他讲道理，下一秒红珠就拔出50米大刀。既然这个男人他得不到，那就不如毁掉。红珠追着李彦一路来到火车顶，李彦见他铁了心的想打架，于是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短剑。然而当红珠朝他冲来时，却脚下一滑。红珠完全沉浸在此刻的甜蜜中，李彦也在此时趁机和弟弟一起骑马逃走。随后李彦找到1938年的夺衣婆，将他交代要找的烟袋交给他。但由于李彦上次完成任务时错过了穿越回2023的时间，夺衣婆告诉他在一个月后的月食那天，时间之门才会再次打开。这也意味着李彦要继续在1938年待一个月。于是李彦决定在这段时间一边调查出伤害弟弟以及偷走守护石的面具人的真实身份，一边也可以和弟弟培养感情。李彦带着弟弟来到裁缝铺，终于换掉了他的一身土匪打扮。随后两人帅气地回到妙元阁，结果大门打开，柳红珠再次出现在面前。왔어자기좋은말할때들어와라李彦这才知道柳红珠正是妙元阁的阁主。李彦本打算去别的酒店住，但红珠表示如果他去了就会将那里夷为平地。李彦无奈只好选择留下，但请求红珠千万不要对他特殊照顾。第二天一早，李彦在妙元阁员工们的口中得知，妙元阁其实就是柳红珠打造的情报中心，全城之内没有他打听不到的线索。于是李彦立马找到红珠撒娇卖萌，请他帮忙找到一个戴着红白面具的男人。红珠爽快地答应下来，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李彦要代替红珠的评委身份出席朝鲜小姐的选拔大会。朝鲜小姐的选美现场，冠军选手在发言时却突然身体发热，想要当场脱衣服，下一秒就跳起来扑向一旁的参赛者。选美冠军瞬间变身丧尸，现场也陷入一片混乱。下一秒丧尸朝着主持记者冲过去，就在这时九尾狐李彦出现，英雄救美，用魔法拐杖将丧尸打倒在地。就在李彦以为已经将其制服时，身后的丧尸再次站了起来，随即朝着人群扑去，直接冲到了大街上。这时人群里一个男人面不改色等着丧尸朝他扑来，结果下一秒丧尸就被他关进盒子封印起来。而当李彦冲出来时，男人已经不见了踪迹。随后他从记者佑利的口中得知，近日城中都流传着这样的传闻，而且变成丧尸的都是漂亮女人。李彦合理怀疑他们都是被三重所控制。在一番追问后，发现变身丧尸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去过同一家美容院。李彦便立马和弟弟来到美容院门口，想让阿朗换成女装进去打探情报，但弟弟却打死都不愿意。这时他注意到门口的招聘广告，于是两人决定去应聘店员。这时美容院院长正在激情创作，得知来应聘的是男人时，他想都没想就要拒之门外。结果当他看到两人的容貌时，原本表示绝不招男员工的院长立马为了颜值改变原则。在经过简单的入职培训后，李彦就正式上岗了。结果在为一位老奶奶梳头时掉落了许多跳动的颗粒，李彦本以为这些就是三重，而老奶奶就是宿主，但奶奶却告诉他这些只是他头上的虱子。而另一边负责端茶倒水的阿朗一直不停地被富婆们揩油，调查毫无进展，而两人却快在美容院被累死了。由于有两位花美男镇店，客人们纷纷络绎不绝地涌进来。아이고머리들좀집에서좀깜찍又经过几天的调查，
李燕发现了美容院的几处蹊跷，院长会向每位顾客推销一款面霜，而且店里所有的镜子都是破碎的。于是李燕提出把镜子都换成新的，还主动向院长揽下了进货的工作。随后又将面霜偷偷交给记者佑里，让他去检测成分。然而面霜的检查结果却没有任何问题。但阿朗的手下这天来送镜子，在美容院外看见自己的老大正在里面端茶倒水，立马就快要控制不住了。好在这时阿朗及时出来制止。然而当阿朗回到店内，此时的李燕正遭受着丧尸的袭击。阿朗本准备拿起斧头开杀，但李燕却制止了他。于是两人在没有伤害丧尸的情况下将他们捆在了一团。此时的李燕终于知道了三重的来源，正是每位客人都会用到的洗发水。但究竟谁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呢？正当他冥思苦想时，一位保洁阿姨突然开始发大招。李燕认出对方是一位本土神灵，于是阿朗拿出一面镜子对付他。女人立马害怕地捂住眼睛，但脸上的皮肤还是开始灼烧。原来她是灶神害怕镜子。接着灶神开始倾诉，这家美容院突然建在自己头顶上，屋里还摆满了镜子，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于是她放出三重开始报复。而更让李燕震惊的是，给灶神提供三重的竟是那个面具人。另一边，红珠经过多番探查，终于找到了面具男，而两人竟是相识多年的朋友。하나도안변했네보고싶었다千老师在新剧里 cos 石矶娘娘，这个造型你给打几分？在新剧《九尾狐传》第二季中，千老师饰演的柳红珠依然是位疯批美。故事设定在1938年日治时期的朝鲜，每天一套不重样的服饰也被千老师完美演绎。身为妙元阁阁主的红珠，通过强大的信息网调查出，一直在背后伤害李燕的面具男，竟就是与他们一起长大的好友无影。李燕、红珠、无影三人自嗨提时就在一起，他们曾经发誓要彼此相互守护一辈子，但最终李燕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违背了他们之间的誓言。这也便是无影此时要针对李燕的原因。红珠虽然调查出了面具男的身份，但为了保护三人之间的感情，他决定暂时向李燕隐瞒真相，独自出门约见了无影。他惊讶于无影如此一如往常的回归，因为无影曾经被夺衣婆变成了石柱。而对于无影这段时间在背后对李燕的设计，红珠更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毕竟他曾经认识的那个无影是那么的善良。내가느낀고통을연희가똑같이느꼈음에대해서내가하나뿐인형을잃었던것처럼무슨소리야而此时在妙元阁的李燕收到了一份匿名的邀约，她按照信息来到指定地点，却只看到了手捧鲜花站在桥头的红珠。李燕自然而然地以为约她的就是红珠，然而当她朝红珠走去时，李燕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红珠见他不对，立马上前查看。就在这时，无影出现在身后，一刀砍了过来，但红珠却立马护住了李燕。双目失明的李燕陷入惶恐之中。누가있네红珠为了三人的感情再次选择隐瞒无影的身份，随后带着李燕返回妙元阁。在跟班的一番检查后，发现李燕的瞳孔没有丝毫的反应，基本可以判定是失明了。这时李燕突然想起昨晚看见的那个女孩。